近日有网友晒出了陈羽凡的近照，照片中陈羽凡穿着花色清凉背心，开心右手是比耶，看起来状态不错，而且近段时间以来陈羽凡胖了不少，他的脸部相当圆润，冲着镜头露出很天真的笑容，身材明显发福的他鬓角长出许多白发，眼角皱纹十分明显，看起来是与年龄不符的老态。日前有网友也晒出陈羽凡的近照，照片中的陈羽凡状态却不是很好，看上去与路人无异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